我繼續翻到嚟第三節財經360嚟到咧，我哋嘅嘉賓環節。其實咧，之前都同大家講過，今個星期六咧，作為投資人士嘅你將會有一個好去處，咁就係去到咧國際金融嘅投資博覽會 GCFF。咁啊，當中咧就會有好多咧關於而家投資人士想知道嘅話題，咁包括咧樓市啦、經濟啦，甚至乎咧就係新興國家之中一啲投資嘅辦法，同埋咧甚至乎如果你想投身入去金融界咧，都仲有好多知識同大家分享。咁為咗咧就同大家特登介紹呢個主題咧，今日都請到一位特別嘅嘉賓，咁就係今次咧會展主辦機構之一嘅環球財經，咁佢係業務開發部嘅副總裁 Fania 啦，咁好歡迎你上到嚟。早晨 ，Vivian。今日非常之早，其實之前咧見阿 Fania 咧就係夜馬股金鐘外啊，咁之前就喺節目之中同大家講講咧，就話呢個會展咧，當時我哋講過就話好特別啦，因為係雙語進行噶啦，亦都咧代表咧歡迎咗咧好多我哋嘅華人投資人士，因為咧以前好多時都係英語去廣播嘅，咁同大家再講講話喺今次呢個會展嘅背景。OK， 冇問題。其實今次我哋環球財經啦，喺多倫多舉辦嘅第八年嘅活動嚟啦。咁變咗都係北美嚟講係最大型嘅一個雙語嘅金融活動嘅。咁變咗我哋希望宗旨咧就係話幫助到喺本地嘅一個華人投資者去了解到最新嘅金融資訊啊，同埋最新嘅金融產品等等嘅一啲消息咯。咁啊，聽到咧就話八年啦，即係代表咗咧其實都有一個好有經驗啦，同埋咧相信咧都會可以帶到好多新知識咧俾所有投資人士。咁特別咧感興趣咧，就係要問一下 Fania 到底咧今次呢個會展咧有咪有啲好我哋好熟悉嘅參展商會當中會參與嘅咧？係啦，咁其實我諗大家都好熟悉，我哋今年咧係有超過大概40間嘅參展商啦。咁啊分到兩種嘅，有一種咧就係一啲金融嘅服務商啦，例如銀行啊，譬如道明嘅雲達理財啦會過嚟啦，咁同埋一啲唔同嘅一啲網上交易平台嚟講 ，Scotia、iTrade 啊等等都會過嚟嘅。咁另外一部分咧就係話一啲係北美嘅上市公司啦，咁同埋都係圍繞住一啲係礦業類型嘅上市公司為主咯。咁聽到咧都知道咧非常之多元化啦，特別咧就係頭先講到話 iTrade 或者網上交易平台都係一啲比較新穎嘅知識，咁相信咧或者話比較上一代嘅投資人士咧比較多用咧就投資經紀啊，而家開始有趨勢咧就係比較係 discount brokerage， 即係話咧比較平啲嘅 commission 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又可以嚟到就係今個禮拜六咧 Sheraton Parkway Hotel。跟住要問下咧 Fania 就係你哋其實目標嘅一啲參加嘅觀眾啦，或者投資人士係邊一類型㗎啦？其實都好廣泛嘅，因為我哋依個係資訊性嘅一個平台個 conference 啦，變咗我哋嚟嘅參加嘅朋友其實都有一啲係初級嘅投資者，甚至乎到一啲係有好經驗嘅投資者都有。因為當日我哋無論講緊係演講啊，甚至乎好多資訊帶出嚟嘅，都適合唔同類型嘅朋友參加咯。咁我知道咧，今次嘅主題咧，其實個名字咧比較有趣啊，金屋藏竅啊，咁就係我哋廣東話成日講到就話，可能係代表有咩 tips 啊，或者有咩 hints 啊，可以俾到各位投資人士。上次咧 ，Fania 喺股金中外節目之中同我哋講過咧，將會提及到咧就係家國嘅樓市啦，同埋家國經濟，跟住其實仲有另外嘅三個主題，咁又等你慢慢講下咯。好啦，咁其實今年我哋好特別就係金屋藏竅，咁希望就係最主要就係希望將我哋當日嘅博覽會啦，演變成一間可以幫到大家，無論喺知識上。甚至乎財富有增長嘅好嘅機會啦，咁所以咧，我哋上次咧就講過係有兩個主要嘅橋，咁今次咧我希望係講緊係三個一個大唔同嘅橋啦。咁第一個咧，我講緊就係話喺加拿大依方面嘅資源市場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一個係資源非常豐富嘅國家啦。咁變咗其實喺資源相關嘅投資機會，我諗大家投資者都好興趣知道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啦，其實同過往一樣啦，邀請到喺北美好多好有潛質嘅上市公司啊過嚟，咁佢哋 CEO 啦，佢哋代表啦會過嚟我哋嘅 conference 啦，同大家講解一下佢哋公司嘅業務啊，同埋喺投資嘅亮點噶。咁變咗俾到好多投資者，譬如講緊係對投喺礦業有興趣嘅朋友嘅話咧，一個好好嘅選擇機會啦。咁我諗除咗話股票之餘嘅話咧，我哋就係講緊譬如有基金啦。咁基金嘅話咧，我哋今年都好開心可以邀請到一個喺加拿大好出名嘅基金經理，佢同大家分析一下佢一個最新嘅基金。咁變咗基金嘅話咧，佢一年增長係超過19% 嘅。咁變咗喺依方面嘅資訊其實都好豐富咯。我諗除咗話喺礦業方面之餘啦，其實我哋今年嘅話咧都會喺都好開心邀請到就係話加拿大嘅稅務局 CRA 代表過嚟嘅，咁同大家講解係兩方面嘅題目啦。一方面咧就係講緊話TFSA 即係免税儲蓄計劃啦。咁我諗喺對大家都應該可諗到依方面都有少少嘅認識啦，可能未必太深嘅。咁變咗我哋依個稅務局代表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依一個題目嘅佢哋一個或者依個免税
儲蓄計劃其實對投資者或者對一啲普羅大眾點樣去利用到依一個產品去幫我哋理財咧更加好應該話。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會講 HSC 啦，我諗依個合併銷售税，我諗無論喺對你哋多倫多或者對我哋住嘅温哥華地方都好大嘅迴響啦。咁變咗就係話喺依方面嘅，我哋都依個專家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譬如尤其是對一啲小型企業啊，佢哋嘅一啲影響，我諗當然係 positive 影響啦，會係點樣咯？咁頭先聽到咧阿 Fanny 所講咧，首先講講資源方面先啦，覺得非常之吸引啦，有冇聽到19% 嘅增長回報啊？咁亦都算係一個非常之出色嘅基金。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咧，可以去呢一個會展啦，同埋咧相信係比較合切而家嘅市場趨勢咧，因為大家見到咧油價開始升啦嚇，冇錯，第一季亦都知道咧加國係作為一個資源國非常之豐富嘅國家，咁到底咧作為如果你已經本身住喺加拿大，想要投資咧喺加國嘅資源方面咧，有啲乜嘢嘅 idea 可以俾到你咧，亦都歡迎你去到會展呢度。咁另外頭先講到咧就係稅務方面啊，我相信可能雖然而家唔係 tax season， 但係我每一個投資人士咧喺佢哋做投資決定嘅時候，都必須咧要知道咧所有嘅決定係點樣影響到佢哋自己嘅稅務方面嘅安排點樣咧。其實最大家最想知道就係慳税方面，相信喺呢個會展咧都會知道更加多嘅知識。冇錯，我仲爭一個未講喎。冇錯，咁呢個咧叫做學富五居啦。咁個名字就非常之特別嘅，咩嚟咧？其實係咁，我哋就希望呢個係conference 一個係資訊性嘅平台啦。咁變咗我當日咧，除咗話投資機會啊、理財方面嘅資訊之餘，其實我哋都有邀請到唔同嘅專家過嚟，例如講緊譬如新移民咧依邊，或者一啲朋友可能想做依邊嘅，我哋攞個係專業嘅會計師牌。咁其實好多出面好多文憑或者好多啲我哋嘅 destinations 佢哋去考慮啦。變咗今年我哋邀請到就係 CMA Canada Management Association， 我哋中文叫做加拿大嘅管理會計師學院，佢嘅代表咧同大家講解一下依方面依個行業方面嘅一個需求啊，同埋依方面其實係有啲咩人才佢哋係需要嘅咁解。咁同埋另外方面啦，我哋都會邀請到唔同嘅一啲專家同大家講解一下金融產品，譬如講期權啊，咁期權係乜嘢嚟咧？咁同埋另外方面就係話我哋邀請到唔同嘅一啲交易所啦，因為我諗大家喺加拿大可能都對 TSX 係比較熟悉，但其實我哋仲有幾個交易所嘅，咁例如講緊係 Montreal Exchange 啦、蒙特利爾交易所，咁佢哋係專係做 options 嘅期權啦，咁同埋就係話有個 Canada New Stock Exchange 啦，咁依個就係加拿大嘅國家嘅一個交易所嘅，咁變咗依方面嘅資訊，當日我哋都會帶俾大家嘅。咁好多咧就好多參展商啦，多元文化啦，好多唔同嘅種類啦，除咗話咧有唔同嘅銀行啦，佢哋嘅嚟到之外，仲有就係你頭先聽你所講交易所，其實你講嗰啲都比較新穎啲，可能咧有啲投資者咧都仲係需要吸收翻咧呢一方面嘅知識。嗱，以我所知咧，其實你有啲主講嘉賓咧都幾 popular， 幾有知名度啊，咁同時咧亦都有上嚟做開我哋嘅嘉賓，包括咧就有 iBook Power 嘅總裁謝 Sir 會去啦，另外咧仲有宏達理財嘅 Alfred 啦 ，Alfred Chung 啦就係亞洲業務總監都會嚟到，佢哋都會有個人嘅講座時間嘅，係咪咧？係啊係啊，冇錯，好似你咁講啦 ，Vivian 就話當日我哋演講嘉賓非常之豐富啦，咁 Alfred 啊或者啊謝 Sir 之餘，其實我哋都邀請到啊 TC 啦，即係新輝地產嘅總裁會過嚟講一下樓市方面嘅分析啦。咁變咗都講翻先，當日我哋咧其實個演講方面咧係分開三間唔同嘅演講廳，由朝頭早9:30到下午4:00都有演講，咁總共差唔多係超過40場嘅演講㗎。咁變咗每間嘅演講廳都有佢嘅主題啦。例如有一部分嘅就係講緊一啲係主題演講，講樓市啊、講經濟等等嘅題目啦。咁另外一間咧就係話公司演講，就係俾一啲北美嘅上市公司去同佢哋 CEO 同大家分析一下而家佢哋嘅公司嘅業務。咁另外一間就係金融嘅講座啦，咁呢啲就係俾一啲金融嘅服務商去同大家講解一下一啲金融最新嘅產品等等嘅。好啦，咪講咗咁耐咧，相信觀眾咧都應該有興趣咧去到啦。今個禮拜六咧就喺Sherry 嘅 Parton Hotel 嗰度啊，咁大概開 7 Gap Leslie 啦。咁跟住咧，我哋電視台咧都準備咧好多咧呢啲好精美嘅飛啊，咁就係金屋藏竅一打開咧就有一張飛，亦都知道咧曬五個竅係乜嘢。咁如果你想獲取呢啲門券咧，歡迎你打電話俾我哋4162982266。或者發送電郵去到 money@y.tv， 咁我哋好希望咧可以送到呢啲門券俾你，因為咧到時如果去到先買飛咧，要俾20蚊喎。冇錯啦，咁希望大家預先登記啦，就今個禮拜六出席啦。咁再一次多謝你嘅收睇，亦都多謝咧 Fanny 上到嚟作為我哋嘅嘉賓，希望星期六咧都見到你。好啊，唔該曬你先。聽朝早上同樣時間再同你見面，再會。